那个特效眼镜那特效摘了呗？是的。啊，不是，你把脸上的特效，就是这个蝴蝶结。你好凶凶啊！要看看你呗，行吗？这都是幻觉，吓不倒我的！把那个特效眼镜的特效摘了呗？是的。啊。不是，你把脸上的特效，就是这个蝴蝶结。你好凶凶啊！要看看你呗，行吗？哎呦我！你还好吗？这就刷点生活费吧，我还在念书，我还在读书呢。不会跳别的。哎，忘记开美颜了，开一会儿啊，开一会儿。开一会儿，开一会儿。大家心里不觉得毛毛的吗？哎，老夫哟。不、哦，不要吧，这女人太会了，干什么？文艺青年嘛。真的假的？快点啊！没听出声音啊？来，再亲一个，来，来来再来一个。假的吧？告诉我都是假的。哦，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一切东西给欢迎新进来宝宝们，没有关注主播可以关注一下主播，每天下午四点钟大家看我们可爱的小猴子。哎嘿、哎、不扯睫毛，不扯睫毛，行不行？刚开直播要留点形象的，别跳了，别跳了。辛苦点赞啊，宝宝们的，哎，宝宝们的，哎！主播的状态也是非常好，主播这个工作干的也是非常开心，很幸福的啊。